老土是以前乡下人上台北的心情，这个名字好像用蛮久了，因为从乡下到台北求学，那大概想说，乡下人什么都新鲜嘛，那一直用老土这个名字办展览或者说创作都用老土的艺术。老土艺术工作室的所在地原本是李家的猪舍，经过李明松和学生的巧手扩建后，形成如今的规模。他用轮背优质良土为材，结合精巧手拉胚技巧，成就一件件内刚外柔的陶器。生长在地方的话，就是在自己故乡的话，会因为你的环境来影响你的作品。那你从你的环境里面做一些发想是最自然的。慢慢的就会觉得说，把一些地方的东西应用在自己的产品上面，那也会觉得说它特别切合你自己的作品，那也会觉得好像比较自然一点。刚回来，毕竟父母还是会比较担心我们能不能靠这个生活的问题。那慢慢慢慢，我们给他的感觉是，我们可以靠这个过日子，而且我们有那个决心要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这边是客家庄，现在属于彰恩客家。那早期我们这边有很多竹编的东西。那我们会有一些把一些竹编的作品，比如说像割了一条一条线条，这把它应用在产品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轮背是不是产牛奶，那我们牛奶的部分再加上我们附近古坑咖啡，我们就把它咖啡跟牛奶好像做一个混合的一个那个意象，把咖啡牛奶跟杯子做一个结合。陶艺的概念在李明松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将生活周遭的题材融入陶艺作品，展现出工艺结合地方特色的理念。那慢慢我们希望是说，让小朋友或者附近的民众可以从情境里面去了解陶瓷的一整个生产过程，然后去感染我们附近的人。一手撕在外面，稍微把它往下压，看整个形，稍微看一下。除了个人陶艺的创作之外，李明松还积极参与社区总体营造与陶艺推广的工作。他指导社区民众接触陶艺，除了培养他们一技之长，更希望陶艺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形式。我们把我们原本学到的，也觉得不错，其实它是相当可以陶冶性情的，那把它介绍给我们社区的一些民众，那我希望说从这里面发现一些也有兴趣的，那也可以跟自己在工作还有在兴趣上面有同样那个话题的人，这样的话其实在艺术的路我相信会走得更长更远。那我们做成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希望说让人家看到这个感觉的东西，知道这是轮背烧，轮背地区做的轮背陶，那这个意象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感觉，知道说啊这个是云林的特色，那我觉得这样大概就够了。李明松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老土艺术的生活陶品牌，让老土的陶艺品走出自我独特的风格，结合地方产业意象，将陶艺推广到生活之中。李明松用老土这个名号为社区公益发展而努力，让民众接近陶的世界。